我是公安六号长的2013年哦，7月12号，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徐汇中学站，17:40首班车是，这班是49次开往南四角的 C37 型知识系列427-428编组的高亮系统钢轮钢轮联合，然后这班是开往泸州435次开往泸州的 C37 型知识系列454-453编组哦。泸州435次的 C37 型知识系列454-453编组。高亮系统钢轮钢轮是连他在徐汇动力站关闭什么？下一站三明高中。三明高中，哎，三明高中啊，高中。高中三明高中站到了，三明高中排队上手扶梯哦，不要推，来后面有电梯，不要电梯，这里可以，门闭着门，让入座，把它存起来。开往泸州的捷运列车在三明高中站停，十里八百。还差一站，三泸州综合新路线就可以全制霸。好，希望再见，拜拜。